现在逆风了，不用慌，要找机会。我们悄悄地藏在这个草丛里面，哎，他们没人注意到我。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，艾琳，你妈了！趁妲己队友不在，赶紧折磨妲己。墨子想贴点炮我没关系的，我们有闪现，躲。哎呀妈呀！预判一下火舞的走位，技能全空了没关系，跟上队友。孙策开大了，没事，大招免伤，不死就是极限。我靠，我被龙拍死了！现在敌方只露了一个东皇。其他人位置不明，所以说我们每走一步都要十分小心，探个草再进。注意蓝区，再探个草。OK， 他没在。注意后羿漏了，这个时候我们就能蹲他了，从后面悄悄绕过来。Gotcha, bitch！ 白灵守约在中路漏视野了，我们可以从上路绕一波后，给个二技能，一技能没中没关系，直接打。不是，我怎么闪了个九十度？是百里残血的还不走，给个一技能。现在想走晚了，闪现定住。哎，我怎么定的臭孙膑？不要不要不要！完了，哈哈，东皇过来了，预判二技能接一接大招。哎，不对啊，我给蓝莲王秒了，这波看看能不能切掉虞姬。二技能起手接大招，完了空了，记守不住了，没法玩，根本就啊，这怎么守住的，离谱啊。